BGM 有点大声，对吧？哎，调一下 BGM。OK。小罗现在要走智慧型实况组啊？没有啊，就随便找游戏玩吧。而且你看这个，这个是有捏捏，原来这是个女孩子啊！现在睡觉她有捏捏。阿神有玩过哦？是啊，我没有玩过啊，所以我来玩看看喽。烧脑的游戏，哎呀，我可以全荧幕吗？啊，撞到了无人岛是吧？躺在那里好像老头，真的吗？开始了。这个游戏还支援摇杆，呵，哥可以用摇杆玩了。我看可不可以全荧幕啊？哦，可以耶，太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看整个画面了，好吧？这个游戏呢，叫做《小不点寻宝记》。哎，开始。哦，这个是我之前玩的，所以我要删除。抱歉，让你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啊，入宅中。2013年的游戏，没有什么开场动画，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快来瞧瞧，是一座充满冒险的小岛。然后这只会飞的狐狸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要把聊天室稍微调整一下，等我一下啊，聊天室啊放这里好了，啊还是放这里，随便。哦，我真希望那就是我嗅到的冒险味，附近是不是有沼泽？管他的，我们去脏兮兮的洞窟探险吧。好啊，我要在提示按钮上眯一下。什么叫提示按钮？哦，神作，一看就知道是神作了。这款神作居然让我的 GPU 跑了100%，会不会卡你们？老头，我今天交女朋友了，恭喜你！你现在是在刺激我吗？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的攻击居然是一个木材。嘿嘿嘿，感觉好像指挥交通哦，经不起风浪。火车上遇到了小孩哦，应该还记得吧？是要去南部的火车吧，对不对？教学洞窟，好哦。嗨，你好，蛋黄，各位早安。这个游戏啊，非常的快速就进入了重点了啊！整个游戏的价值核心就是解谜。附近有一个地板开关。哦，嘿，是。好，踩了。朝砖块前进，推动它。好，仓库翻游戏。我就知道会这样。用你燃烧的棒棒点燃木材，推开门。嗨，啊，解完了。他这个嘞，我们不会让任何人通过的，我发誓。所以别去敲打他们在睡觉的水晶。敲打东西，东敲西打能解开谜底。阿甲，阿甲。原来如此啊！这是干嘛的？这是门吗？这个是鸭嘴兽是不是？啊！看，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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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死掉了。啊，这个嘞，这个应该是这样吧？嗯，要自己踩啊！哦，这个是要干嘛的？多余的吗？好，不管了。老头，你来自哪里？来自台湾呐、啊。这游戏有出二哦，我知道啊，我先玩一代嘛，二代之后再说啊。哦，找出来了。噔噔噔噔。好，再看地图。
北边是城堡，西边是鸭嘴鱼之丘，东边是沼泽。看来我这个地方可以去了，就是北边。沙漠，这些都被木桩挡住了。这是谁？道具铺。哇，瞧瞧这些破铜烂铁。呀，冒险者，我叫道具商。他的翻译是谐音吗？道具商。我叫道具商，这是我的小铺。这些东西全是我亲手打造的哦。这人物有点土哦，啊，没办法，游戏嘛。什么？连剑鱼也是吗？特别是这个剑鱼，那么有什么需要的吗？一烧木筏蛮烦你的，我不想被困在这里。如果冒险太无聊的话，哦，当然。不过这里会是你见过最有冒险味的小岛。告诉你，如果你能从这个北方城拿到圣物来给我的话，我就免费帮你造木筏。顺带一提，城堡里面有很多钱哦，去找一找，然后买东西，买些东西吧。哼，我没钱啊，这个400、200，好吧。没有钱，全部都免谈。这个 BGM 看起来好复古风的感觉啊，城堡啊，好中国风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啊，受伤了。看到尖刺这块地板了吗？我们正在巡逻。是哦，你很幸运，我现在没巡逻到你那，否则用长矛刺你。这就是城堡的警备。反正我们到处搜索，他们也不会管。好，走这里。什么？道具铺提示。嗯？推不动。我刚开啊，对啊。打算要爬吃鸡吗？什么东西？这什么？为什么他要模仿他的脸？靠靠背哦！他们告诉模仿他的脸啊！这两个家，这家伙真的是很皮哦。这个，你说，这也太好笑了吧？可以避免战斗吧，对不对？仓库翻游戏，我来了。哎，好，开了一边，这个我会，很简单。这个冰水晶颜色是什么意思啊？获得了一颗星，太恶心了吧？那是心脏吗？你从哪里来啊？也要把心脏吃掉了。地上捡的，别乱捡地上的东西吃。5秒内捡起来都可以吃哦。这个提示也给的太诡异了吧？这扇门要从另一边打开。好，我会了。这里吧，这里啊。哦，文来如处。哇！我大概知道这个地方要怎么解了。有玩模拟桌游吗？没有。我打，他们也可以打，可打死他们不会掉钱，所以感觉蛮多余的。不过会掉心脏就是了。呵呵呵，给我！看他们又复活了。不要过来啊！为什么要跟过来啊？好烦哦！买哦！
啊，外火焰呢？哪里搞嘞？我刚带过来的火焰过图就没用了是吧？这什么？呵呵，钱啊！哇，这么多，200块送我的，这干嘛？ 他们拿走我的午餐钱，这是谁啊？哦，这是船离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再传回去吗？我还有其他没有解，午餐钱值200，走开！哇，来不及了，是我太慢吗，还是怎样？ 感觉是我太慢的关系耶！真的效果没了，它有时效性的哦。我上二楼看一下好了。啊，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先拿东西再说。我来不及看啊。哦，这是什么？ 那个应该是增加生命值上限的其中一个角吧，抱歉，现在迟到了，没关系。等一下哦，聊天室拉这里好了，反正应该不会挡到。就这样，应该是道具店的火刀啦，刚好我身上有200块嘛，对不对？刚好有200块可以用啊。 传送花园，直接来这边来啊！当然是买这个火刀啊！买了，哦呦靠腰！哈哈哈！阿旺怎么被踢出去了？我买刀有错吗？ 哇，买完直接被传走，传到火山口是这样。哎呀，外火刀嘞！下面，What the hell？啊，外，我的钱还在吗？我的钱不见了，拿钱来啊！ 取得火箭，然后往西走。这阿公是谁啊？我直接被传走了、欸。哇，到底了，哈哈，重走。哎哎哎哎哎！哦，原来是从这边拿哦。 厉害厉害！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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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要怎么解啊？这是之后才有办法啊，专家捷径。我想一下哦，会推过去吗？不会，可以把它砍掉。 没得解啊！哦，阿干。 不行，失败了。哎、欸，
说把它打破，说，啊，算了，放弃了。老头上大学吗？我没有上大学，没有，我没上大学。一到大学看到数学，你的脸应该是囧，绝对囧啊，不用说啦。感觉有很多东西要解，解不掉啊。好头痛啊！这一定要这样推嘛，对不对？欸，不对啊，如果你这边推满了，你也砍不到啊。是吧？全都成功了、啊。这样会有吗？好，过了。呀、yeah! ！点燃我吧！我要怎么点燃？有这么简单？全卡住，这也没那么容易哦。我觉得这一定要一个打掉才行啊，不然怎么推？这就失去了原本的路了。上面的先砍的话，你往下推，它一定会到底啊，到底没有用啊，一定要有一个给它挡住嘛。啊！干死定了！我冲很小，重来。这样也不行啊！完全不行。酷酷哦！
就到，哎、欸、不对啊，还是少一个啊，一、二，哎、欸、过了、啊，这样就过了、啊，对不对？对不，过了对不？这一块的话放这里，妈的，嫩。 嘿嘿嘿嘿，啊你还有哎，惊死啊！嫩，这里有人缺乏幽默感。哦，哈哈哈哈！到底是为什么要烧他呢？我不懂哎、欸。哎呦，会动的火山哥。 啊，干炸弹小，哎、欸，火山哥不要啊，有话好说。要做这样子。哦，原来如此。打，打，打不赢。 可恶！怎么没有爱心可以吃呢？我都快死了、啊。算了，不理他，我先走了。我、哦、靠，我们这还有、哦。啊，我死掉了。哦，死掉从这边开始啊。 车祸，原来是这样走，我会了。哎，干什么东西？ 小不点，你要去哪儿？不知。小不点解谜去，那看来就只能这样推啦，没有别的选择啦，是吧？被强制推到底啦。好，我大概心中有个底了。 啊！哎、欸，我是搞错什么？喂，完全没有改变啊！有时候把它推上去的时候，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嘞？我们先去探望一下这个路要怎么过、啊。
没有那么容易耶，要让他车祸的话，哎，干！ 但重点是这个已经卡条了、啊，灭火！啊，对吼，灭火的关卡。抱歉，我都忘记这回事了。打完了，哪里搞的？你是谁？ 害你是猎弓啥？你是讲法文吗？是哦，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吧？当然不知道。嘿嘿，其实我也不知道。哈哈哈哈，好，装清高是吧？哦，哦，哦，来这边。 哎，会死会死！点完三个，哦，会有炸弹了、啊，哎、欸，好，哎、欸、啊，喂喂喂喂，这看起来好好吃哦，肚子饿了，虽然我才刚吃饱啊，哈哈哈，好像松饼哦。 感觉像松饼，上面加了草莓果酱，好吃。快快！喂，炸到了吗？哦，有炸到了，太好吃了！不要弄我哦！ 啊，太快了！男人不喜欢太快，没有炸到他也会这样子啊。所以说刚刚第二次没有伤害到就对了。刚刚没有做到伤害，看要贴近一点，大概 nice。 哦，炸两下就挂了。碎了碎了碎了，原来是王冠啊！好，星图纸。香橙吉士汉堡包，我比较喜欢吃双层牛肉吉士堡，好吃。 拉瑞，亲爱的冒险者，为了您的方便，迷宫里没有会遗漏的物品或宝箱。它一直是告诉我这里没有秘密就对了。这东西，洋葱头，大师洞穴、火烤洞穴，东南是城堡，北边跟西边。走这摇了，我去一下城堡哈，好蠢的石头。哎，那谁啊？哇，这边睡觉哎，我不能上去哦。这是什么？哎？ 又一个雕像，近来可好？想跟酷妹一起出游吗？还跟雕像讲话？真的，小不点你是女的？他现在才知道原来小不点是女的、啊。这边雕像是干嘛的、啊？这里是大师洞穴，新手勿进。
嘿嘿嘿，早啰嗦。哦，出谜题了，总共有12关是吧？好像我，<笑>你都跟你长很像吗？这个小不点，我觉得这个是到后面要用那个。 其他的特殊道具才不好过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这边应该是没办法过。好，我们去别的地方。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往下走好了。这边。噔噔噔，它下面有一个那个、欸，有一条路哎、欸。 下面有东西，但是跳不下去。回大城堡如何？我们刚回大城堡啦、啊，过不了啊。什么？哦，大城堡是东南啊，是什么？哦，把他们全部打爆就可以过了是吧？还不简单？ 他攻击超不流畅的，耶！这是什么？新的纸，生命之，生命纸，庄园大师的洞穴，吓死人啊！夹着牛排的汉堡，进击的巨人，你玩的真的不错，知道吧？我觉得我玩的还蛮烂的，各种撞墙。 跟雕像说话，你说那个雕像跟你很像是吧？老头你好坏，你坏坏，你坏坏！嘿，石头进来可好？为什么我们这个小不点要一直跟你也知道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在讲话呢？ 我记得我们这边有个解谜是需要用到什么啊？有点忘了。啊，我们现在手上这个刀刃啊，对啦，没有错的。啊，歪了，应该没问题吧？好，有的，开了，是什么？游戏网卡，蛙娘，还真的很像游戏网卡。整个宝箱就一张卡片，烂透了，咱们去试试别的宝箱吧。什么？你是说找到卡片都不值钱吗？ 就当调味料吧，纯粹用来增添趣味。我这个卡片是可以干嘛的？我也不知道啊。哦，又有钱了。你知道我家乌龟也很乖的。乌龟，巴西龟吗？为什么汉堡会走路？嗯，这个游戏嘛，不要太认真。啊，这只是游戏，我也不懂为什么。 就是个高级解谜啊，那些什么专家路径<咳>，我们先下去看一下，待会再回来解。嘟嘟嘟嘟嘟嘟，哦，被攻击！咦，我要把你大卸八块！哇！
是因为我拿了你的午餐钱吗？两下都死了。我袂赴。什么？哎，我来不及看了，大哥。完蛋了，我们刚刚按太快了。算了。你可以拿菜刀吗？我现在拿的不是菜刀吗？不然是什么？我过不去。哦，可以。啊！别呼！来不及，再一次，再一次。Yeah！看来我死掉了。哦，哇，这个仙人掌很凶。啊！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他会喷？尖尖碰碰拳。等一下，他喷了，他喷了。赢了。又是游戏王卡，虎娘。这么凶哦。专家捷径，我是世界上最棒的舞者。是哦，你看起来不擅长跳舞的样子，毫不优雅。我有时很擅长解谜哦，呵呵呵，解谜。那个在生活中能派上用场吗？傻瓜一个。我很擅长打嗝念英文哦。这怎么办？如果我打嗝念英文，他是会停下来。算了，我连自己打嗝念英文要怎么打嗝都不知道了。哎、欸，推不动，哪里个？OK，All right。简简单单，完了，困难的来了。这个的话，啊，这样子也不行啊。哎、欸，好像还有得救、喔，是不是还有得救啊？Nice， 别，哈哈哈哈哈哈！
超强的。啊，2013年就在了、哦，那也有可能是，有可能跟他一样喽。这是冰与火的前门，头目。根本推不进去啊！左边呢？哎呦，这边那么凶啊！传送方块很重要。我们拿到不少吧？我们200块了。哦，原来从这里出来呀！原来如此。我们右边那个门打开之后，我们是不是那边的专家路线没有走过，对不对？走错边了，那个专家之路没有走过，我们去走一下专家之路好了。走开，打三小，这边。我们这个还没解过嘛，对不对？该可以来解一下啦。噔噔噔噔，听起来有专家，没错、哦。看一下怎么走、啊。哎呦，那是什么东西？哈哈哈！这什么鬼啊？复活岛的石像会飞耶！啊，我有惧高症，那你还飞？一直飞我下不去。啊哈哈哈！根本在乱配吧！我有惧高症，好可怕！看来是过不去的，我觉得。对啊，每一个推到这里就停止啊。我觉得，哦，可以啊，抱歉。哇，打不死哎、欸！哦，硬哦。哦，把他打死好像会，哦，要把他们全部杀光啊！用刀砍砍不爆，那我懂了。哦，新的纸条，找到了四张，哦，多花一颗爱心。那这样子算很好，趁现在。为什么没有伤害？嗨！嘿嘿嘿，卡住了。哎、欸，真的哎、欸，哎、啊，你挡在那里，让我进去好不好？如果体力耗尽，你会在附近重生。行嘞。好像是捷径而已、欸，哎，注意哦，这什么？我看不太懂，这家伙看起来挺眼熟的。拿了钱之后，盖了座城堡。嗯？这什么？我不想靠近这玩意。噔噔噔噔噔噔！哎呦，要修啊！又是卡片了，粗暴仙人掌。应该这是即时的哦。哎，失败了！你用一个炸弹炸的，一个刀子砍的，不要砍到左边。左砍右炸，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刀子都可以砍嘛，忘记了，爬袋爬袋，我都忘记我们的刀子可以拿来砍了，嘿嘿嘿嘿嘿，抱歉，耍霸气了。 砍！耶！嗯，他刚刚写什么？好蠢的砖块！耶！哈哈哈！过了，发生这一次。 开了，这是谁啊？谁的房间 ？Welcome， 洗衣服，代办事项洗衣服，找道具拿电视，除掉小偷冒险者，有一张卡片了，蓝莓娘，兽娘，进去看一下。 哦，又是解谜了。我因咖啡快要撤场了，好久。你说那个叫那个什么？那个是哪边捷运站那边会有那个我因的咖啡馆吗？对不对？这游戏还有模组哦，这么的动脑是吧？ 是谁养大那只仙人掌这么大？我也不知道。道具，哦，他那个故意是用谐音拼音的啦。它里面有一个 NPC 叫做道具商，道具赏，赏是那个千赏的赏，伤员的赏。哦，他的具是故意拼错的。去买道具，道具的道具啊，去买道具的道具，去买道具的道具。 这可能是火焰弹之类的吧？哇，他把炸弹吃掉了，这样可以吗？会不会爆炸？哎，不会。哇，把炸弹吃掉了。 这边怎么解啊？就沿着路把它踩爆就好了。能玩王者荣耀吗？不要，因为我不会玩。就这么的简单。走开哦！ 我遇到你了，兽娘，你根本是蓝莓吧？终于有正常人了，哇，干嘛？这城堡里面人全是疯子啊！哦，好笑，又是专家入境了，貌似要全踩，没错。 少一个啊！你给我整笑欸！我觉得这个要运用到传送道具吧。
还是说那家伙不能杀、啊？都要少一个呢，尴尬了。把你过来，哎，过来踩一下。好，算是我想太多了。 快死啦！救命啊！啊啊！把斧头直接粘在这里啊！哎，原来这里可以推哦！Fuck you, man！ 我们先不要管右边的，这到底是什么作用啊？来这里，反射，到底干嘛啦？ 呀，五杀八颗，绕不过去啊！这是什么？打不到，这应该是要我们用那个新道具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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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去买一下新道具先。嗯，传送点在哪里啊？ 奇怪，道具商人的传送门在哪里啊？回来了，这里，就这个吧，300块传送杖。算了，先买这个好了。会传送到扭曲森林，你可以在那里取得交易。 再推回去延长炸弹，一个用砍一刀的。绕过去再推回去。啊，算了，我们先买一下闪电那个传送魔杖好了。太阳安雪儿。哇，我们到了森林了，我们的武器不见了。哎，啊，为什么我的火焰刀呢？ 火焰刀去哪里了、啊？要去吃饭了 ，OK 啊。日本很热门的佛像形状沙发，我为什么要买那种东西？如果要买的话，我应该不会买吧？绝对不会买。 绝对不会，从西边带火来，传送方块很重要。哇，这个要怎么解？ 这镜子可以推吗？专家捷径，一点也不专家啊！啊，那边有一个石像。
看上去很危险，这个吧？哦，我获得了，太有趣了！这是一只传送杖，放置一个传送方块，然后传送，可以将物体传送到方块处。 哇，可以推吗？还能推耶！啊，我的火焰武器就这样消失了吗？断烤完继续烧脑，有一股烧焦味。老头，你知道如何将 Win7的电脑回原厂设定吗？基本上，如果你没有预设还原系统的话，通常都是要重灌啊，这个就没救了。我说真的，这基本上会没救。 就只能重灌了。呜，这么帅！等一下，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吧？这样行得通吗？ 推不动，干！还来哦！哇，可以传人啊！寂寞可以酷啊！那我看一下，帮你传哪里好了？嗯，我来看看，知道怎么使用啊？ 这样子，喂，谢谢。嗯，总共几个啊？还有敌人要杀是吧？ 啊？哪里搞嘞？再一次，再一次！不行，那你这样子一定要两个都往下推嘛。哎，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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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这里打开了，打开了之后，哎嘿，然后这个是会反向传的嘛？会反向传其实就也没什么差吧，我觉得。盖这里。 对呀，这里怎么？
推不过去啊！啊 啊, 啊，我知道了，我会了，我会了。哎、欸欸欸，对嘛，然后这边再盖一个，那过了、啊，结束。哎、欸，有石板耶，石板要怎么过去啊？好想拿那个石板哦，那个石板要怎么过啊？看来是没办法过了吧。老头，一面是最棒的，谢谢。阿里嘎多哟。右边的石板应该没有办法拿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有没有一个石板 ？I love you 哦，没有 I O U。第二是什么意思？我穿过去会不会死 ？What the hell？ 好啊，都这样没关系啊，都这样子可以、啊。哎呦呦呀！都这样啊，没关系啊。还有这种死法、啊，我还是第一次见过呢。哈，不给。高傲的家伙，一边叫一边飞的石头哥哦，他讲的应该就是那个石头啦。这游戏真烧脑，对啊，进阶居然会出几集哦？当然是出到结束为止啊，我不知道会几集耶，这我不能跟你保证。哇，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过了这么辛苦，结果呢？这里却不给过。这棵树吗？放火烧了这棵树。哎、欸，哦，隐藏秘哦，打完了。美国队长法师版。你为什么是白色的一张？等一下，等一下，这游戏是破图还是怎样？我猜你也没有注意到我是个巫师哦，你也是巫师吗？等一下，他的图怎么这样子？有谁可以告诉我？哎、欸，这是破图吧？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游戏怎么玩哦。其实就解谜而已啊，没什么，动动脑筋推一推东西就过了。这只魔杖有点魔力，但是你是一张白色的画面，这样对吗 ？What the hell？ 送你，知道怎么打、啊？我敲你，敲不死啊！吸收能量精华，好像有用的样子哦。我应该先放这里，他就会发那个光线嘛，对不对？哎、欸，你怎么换方向了？这样不优啊！我不能传，我不能传他哦，他传不了哎、欸。我觉得应该要很贴近的方式。大概要这个样子，这个方向，然后它会先张开嘛？对对对对对。
没用啊！放个传送方块在他的身后，朝他的绿色魔法球打到他背部哦。他的背部。 绿色魔法球。哦，我会了，我会了，我会了。可是为什么它飞的方向不对啊？哎，这样子，没打到啊！骗人啊！你在骗人啊！ 我要死了！他这个距离真的好难抓啊！没有射到他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啊！ 大颗那颗才是哦，宝贝儿。哇，连地板的图案都不见啦！啊，<笑>等下，这个到底什么情形？哎哎哎，背景呢？大哥，背景破图啦！这游戏破图啦！ 破图啦！连背景都不见了、欸。 飞错边了，大大。好，我要站这个位置嘛，对不对？丢我！快点丢我！你为什么要丢那里的？哦，真的是很不受控哎、欸。再丢一次，哎，忘记了。 再一次哦，没错，就是这个方向。怎么那么鸟的游戏啊？来，呜呼！ 会打就是很简单的啊，真的。所以说我们要提早预备在他正前方，还有办法。刚才就被打到，啊哈哈，射歪了，看，大哥你在哪里啊？
恨你。I hate you。解决了。啊！破图破成这个样子，这个游戏没问题吗？门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了。我的天啊！出口呢？我现在连出口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啦。啊，还是一个样子。这边真的没问题吗？啊，算了。最起码这边正常一点点。哎，破图了啦，我没在开玩笑。我想一下要不要重。哎，我没有在跟你。这个图不对啊。我重开整个游戏好了，好不好？我真的觉得要有诡异了。这在搞什么？作者没钱，哈哈。啊，我也蛮无奈的。我现在连 Steam 都down了是怎样？这款游戏明明就没有很吃资源，为什么我的 GP 会跑100%？为什么？太扯了。烂制造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欸。我刚刚整个打完，我都完全是在游走奇怪的地带，而且说真的，不仔细看，我还以为在玩麦块的那个啊，那叫什么创造模式、欸？哎，整张大地图这样子，太扯了。哦，终于人模人样了、啊！我终于看见一片光明了。他这个定住就不能动了哈、哦。我还想一下，知道怎么弄。他是这样传送的。这貌似无解。冰块打死怪物怎么可能啊？其实这游戏到最后就是收集所有卡片，破解所有专家捷径。哦，对啊，这游戏不就是这样子啊？解谜嘛。要用石头挡住它，石头过不去，怎么挡？您说，这个怎么挡啊？这个。
我要把它弄死吗？嗯，它掉的那种东西可以捡吗？哦，它可以这样子啊，不会到底是吧？ 把那只船出来，它的功用是什么？哦，靠背啊，原来是这样啊！我懂了，它只是个阻挡物而已，怕怕菌，哦，怕怕菌。 呀，大成功！噔噔噔噔噔，好大的地图哦，这哪里啊？哎呀，恶心！啊！把他们全部杀掉就对了嘛。 为什么树枝无法对它造成伤害吗？慢慢来。 它连子弹都可以传欸。 靠背啊！好，剩下一个了，加血的，我们还差两张嘛，没错，让他们互相伤害，我直接把它传到尖刺里面就好了。 哎，没路了、欸，哦，这边啊，沙漠树林，哎，我卡住了，哦，吓我一跳，咦，你不是你，那不是你掉的火箭吗？哦，我都没发现它，老样子，快去捡回来，哎，终于又有了，入手了。 吃货地图，吃蔬菜有益，身体健康，素食主义者，里面都是食物怪，没错。好了，我们是有什么任务需要用到传送的呢？好像没有哦。这游戏好像其实。 大概直播个两次就可以全部过完了吧？它的游戏剧情应该不长啊，长就只是长在它的那些专家要过而已啊，我觉得。像是这个嘛
这个就要利用传送嘛，对不对？是吧？这是要用传送。哇，不妙！ 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洞，是啊，对哦，又去了，哦，原来是走这里哦，不对啊，你这样子还是无解啊。 这是冰与火的前门，我觉得这些要拿到魔法法杖才有用吧。有屁哦！船，有的。 哦，这个好笑，哇，自动门呢，就该是新的呢。石头直直推可以嘛？它只要碰到尖刺就卡在里面了。刚刚打仙人掌那边，哎呀，都已经过这么久了，没办法，石矿有延迟哈。 又是纸条，敌人这么多，你在干嘛啦？互推游戏吗？ 他们那样推也没意义吧？我想一下啊，菜头君。 这边也开了两个，点燃火柴也开了一个，又吃着了，这是不能推的。嗯，那这些炸弹作用是干嘛？也没有裂缝可以拿来炸啊。 为什么最近都不能看老头的帅脸？就不想开视讯啊？专家录，要许我是怎样？传送能解决许多问题。那个人疯了，别理他。 传不了啊，到时候再说吧，先往前走好了。
拿钱再说，炸弹能传送啊，但是他没有办法隔壁的房间传啊，他只能传现场的房间啊，这也太夸张了吧！ 有三滴血了，三国无双什么三国无双？去道具店去买道具店买道具，被攻下。哎，居然这里是走这边啊！我都忘记了。估计我这边我也解完了吧，对不对？ 啊，没有，我们这里没解，我们那时候就卡这里，对不对？呜呼，大成功！然后炸弹的话。 要传一颗炸弹嘛，对不对？就这个，传一下，把它弄爆。好，这样就成功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炸弹，还要再炸一次。捷径专家，我已经没有炸弹了。 另一张地图看起来，这张显示的所有传送门和梯子轮廓地方在哪边？哦，有了，它这边都有显示的、啊。小小通道。嘿，西维亚安安你好。 哎，各位安安早！哎呦，这边要怎么解啊？一个，两个，三个。这貌似是不能往前推，对不对？对，没错，这里不能往前推。 这边好烧脑袋哦，如果往这边推，它会撞到这一个。我会，我会，我会，呀！想了8000年，终于会了啊！先补一下血。行了，行了。 行了行了，行。
滚！先补血再说。是不是？厉不厉害？ 啊啊啊啊！好爽啊！还不快拍手！哈哈哈！还不快点拍手！还不快点拍手！哼，好得意啊！得意的一天，葵花油。啊哈！ 呀，妹！好啦，其实我真不知道踩这个留了一条路到底做什么用的啊，好不好？把它炸开，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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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呜，啪啪声，好了，我的脑袋要爆炸了。 我们在哪？似乎是在最终头目房间的后门。你怎么知道？那里有告示牌，<笑>他只有告示牌，直接跟他讲了。好，这是火与传送的后门。好吧，那接下来呢？又到了不知道该怎么过的时间了。把炸弹放在尖刺下嘛，对不对？没有错。 就是这个样子。不对哦，炸弹不该这样放哦。不对呀，错啦，放错边了，科科，我会了，我会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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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快穿过这边！哈哈哈哈哈哈！舒服。 嘿嘿嘿，舒服啦。然后啊，这个有点麻烦，我说真的，这个要跟时间赛跑是吧？好咯。哎，阿斗没点到。 点不了了是吧？啊，我懂了。嗯，先传，来得及吗？发射。 哎、欸，哦，成功了吗？哦，成功了！咦、欸，好爽哦！这是哪里？我超强，知道吗？超级提示：进入此房间方法有三种，我可以先上去吗？哇，为什么我一来就打完了？哪里搞的？ 可以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形？这个破图吗？吃我一棒，交出宝物的时间到了。可是重点是，这后面这两个旁边这两位是谁啊？我怎么看见我自己的蠢逼样呢？哎、欸，游戏破图啊！魔王到底长什么样子？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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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是凡人的道具商人，我只是在这座岛上磨练我的手艺，驯服野生动物。啊，我负责偷他们啊，我付钱给他们冒险指挥，把钱偷回来。造了这座城堡，是啊，用树盾造的，没什么特别的。可以了，这个 bug 实在太棒了！我到底 boss 长怎么样子啊？我还在岛上发现了一些迷宫，我整理一下，加了点谜题。哦，那宝物呢？ 这里什么也没有，矮冬瓜，我身上有个倒是有圣物，你必须击败我。好哦。好，开打了。所以说到底长什么样子？哦，原来你长这副德性啊！原来你就是道具商人哦。哦，不是，严格来讲，就是说原来你就是 boss 哦。啊，我要怎么打？炸他吗？ 有感觉，其实我觉得不难打吧，失败，利用机关取得胜利，这东西，啊？ 需要摧毁那些稻草人，利用传送杖把他们传过来，然后点火。有，结束了。 我已经被打了。哎哎，不传炸弹给我，我快要死了，你知道吗？ 哇，好多炸弹在上面啊！原来，等下点越来越多了，要死哦！现在轻一些吧，看他们全部都在闪。 啊，要死了！干，烂游戏。好，又要破图了吗？再看一次破图。这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哦，从这边开始哦，那还好。 动作快一点就好了，没炸到，撑住啊！嗯，没炸弹了，哦，他死了，还是破图靠背。 受够你的谜题了，你这个孬种，有种单挑啊！这就是我的方式，我利用我能想到的所有伎俩战斗。等等，我确定我还能再出几个。开什么玩笑？你打算一决胜负，但却没招了？是的。哼，连这家伙连自己的教学洞窟都过不了吧？但是我的迷宫和谜题也让你在岛上经历了一段刺激的冒险嘛，也不是吗？
但我想想哦，除了打算偷走的钱，这里的宝物没有都没有。你的手下也全是疯子，我们甚至不需要所有道具就能来到这里了。想获得非线性设计的赞赏，老套啦。不过心脏真的很好吃，你靠北。我也捡到了这根超酷的木棒，今天我还敲了一堆东西，所以我的迷宫评价是五分，给你三分。嗯，至少我们没有被困在这里饿死，这经常发生。嗯，也就是说成功啦。我想，如果你的目标只是普通的话，喂，你从哪拿到这颗心脏的？石头挖的。那为什么心脏会在石头里？你有病吗？我想说你们会随便破坏看到的东西，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以防万一。靠北。嘿，你很了解我嘛？我一直很喜欢破坏别人的东西。啊，布置要给人破坏的东西也是很有趣的、啊。别告诉我你们惺惺相惜啦。喂，拿着这个生物，然后我的小铺，我马上会帮你建造一艘木筏，你觉得如何？这主意不错啊，等会见啊，就这样结束了。结束了，我还被打到是怎样啊？呵，拿到生物了啊，有够恶的，谁会把这东西放在里面啊？我不想碰它。提示君，你来搬，道具一定是个变态啊？那里？我要怎么看一下我的圣物在哪里啊？他不给看圣物哦，好吧。这是什么东西？我不是都解完了吗？这次都解完了吧？还要再解一次啊，这么麻烦。不是都打完了，为什么要再解？有没有地方可以离开这里啊？哦，这边有另外一个。出不去了，尴尬了。哦，好像还是可以的样子啊。那应该不是空的吧？好了，我们好像可以，已经基本上是完全结束了啦。它的主线剧情大概就这个样子。我们先回去哈。解完之后就剩下地图的这些就是。算是一些支线任务了吧，它主线蛮短的。那我们连这个都还没买到，你看，我还不知道它的生物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好，我们可以离开了，要走了。那只狐狸看起来猥琐。哦，有鲨鱼。好，带着他一起离开了是吧？结束了啊！好，把按掉。所以说呢，全部解完了，主线任务结束了。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玩的。你们看到这边很多张地图。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没有探索，我觉得这个之后就算了吧，没什么好解的。反正游戏大概内容就这样子啊。好吧，那今天也差不多玩到这里啦。啊，就是稍微玩一下这款游戏，啊，还蛮烧脑的，个人觉得玩得还蛮爽的。啊，我要关游戏了。